为各位演唱这首赖尚的小品《圆规》。圆规为什么能画圆？因为脚在走，心不动。人为什么不能圆梦？因为心不定，脚不动。你没有做过的事叫成长，做你不愿意做的叫改变，做你不敢做的事叫突破，方是做人之本。圆规为什么能画圆？因为脚在走，心不动。人为什么不能圆梦？因为心不定，脚不动。你没有做过的事叫成长，做你不愿意做的叫改变，做你不敢做的事叫突破，原是出世之本。